身临其境的情报，代号小老鼠上灯台，特点老男孩三煞黑猫警长。哟，留下的情报信息都非常卡通啊。哼，看上去啊，这应该是个老戏骨。我也留点我的线索，让你们一次猜个够吧。好吃贪喝贪睡101，这好猜啊，一看就是个男的。应该年龄不小。你看我也留的一堆动物，叫他们猜不着。大熊猫、小白兔、袋鼠，代号马马羊，女的，太好分析了。还是我给你们三个代号吧，保证你们猜不出来。主公、三哥、大铜铃，这三个关键词能看出这位嘉宾应该是一位年轻的帅哥，帅的几乎可以赶上我了，而且他还演过古装戏，要不然怎么会有主公这个词儿？今天的主题就是危险的声音。收到，马上就位。